欢迎大家收看人民币及外汇市场焦点。大家好，我是中银香港张诗琪。这集我和丁梦会为大家一起分析人民币的走势与不同外汇市场的走势。大家好，我是中银香港丁梦。诗琪，联储最近对于降息开始日子呢是越来越保守了，令到美元处于高位，那你怎么看呢？对啊，从四月开始，美元指数反复走强，主要是由于降息预期越来越远所影响。美元指数在四月曾经下跌至 103.88 的低位，之后随着美国的数据显示经济及通胀存在韧性，令市场对降息的时点又在延后，加上风险事件令美元指数突破106的水平，创五个多月以来的高位。哦，如果是这样，现实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是什么样子呢？根据利率期货，现在市场已经预期五月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加上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早前的言论上表示，最近的数据显示通胀仍然存在韧性，或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足够信心降息，要利率维持更长的时间可能是适当的做法。这个言论令到市场对降息的开始时间在推迟，甚至对九月减息的机会预期已经下跌至约 70%， 同时预期全年的降幅只有约 0.5%， 比三月的时候美联储公布的利率点阵图预测 0.75% 少。这个代表市场普遍相信美联储今年会降息小于三次。哦，那你怎么看未来美元指数走势呢？在利率维持在高位的预期的背景下，相信大方向会继续支持美元指数处于偏高的水平，预期去年11月初高位107为下一个阻力位。由于现在距离6月美联储议事会议还有联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这些变化仍然会影响降息的预期。不过当市场对降息延后的预期消化后，或会令到美元稍微回落，从而支持其他外汇在低位有所反弹呢？丁梦，那最近美元对人民币的走势如何？有什么因素影响人民币的走势了？那从近期外汇市场表现看呢，人民币汇率呈现对美元贬值，但是呢，对于其他非美货币升值。在美元对人民币交投在 7.24 上方，离岸呢大约在 7.25 上方。那由于美国降息时点不断延后，中美利差有扩大的趋势，这是导致人民币对美元持续面临贬值压力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中间价的稳定作用，人民币相对其他的货币仍然是偏强的。中国最近公布的数据和政策又如何影响人民币的走势呢？那一方面，最近公布的三月经济数据呢，整体其实没有超过市场的估计。那虽然三月份的出口是同比下降了7.5%，就是美元口径。那么但是刨除高基数的影响之后呢，其实出口的表现并不弱。那么两年来看的复合同比增长率是 1.2%， 那么这个其实比一月和二月那么当时的-0.9%是要高的。那么环比的增速呢是27%。那么此外呢，中国央行在四月份以来的货币政策呢都没有再进一步宽松，那么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由于对于美元强势的一种防御的姿态，政策呵护汇率的这种态度呢仍然是在延续的。诗琪，刚才你提到市场消化了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之后呢，美元指数有望小幅回落，那么哪些货币值得大家注意呢？澳大利亚元在四月中开始录得不错的上升，而且呢，看到澳大利亚元对美元在 0.64 的水平有所支持。由于澳大利亚元的表现跟经济的走势的相关性是挺大的，所以呢，在环球经济温和增长是有利澳大利亚元的。加上澳大利亚公布了第一季度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按季上升扩大至 1%， 高于预期，市场预期央行
将没有那么着急在调整货币政策，这有利澳大利亚元的表现。技术上，澳大利亚元对美元支持位约 0.64， 阻力位为四月的高位约 0.6650 的水平。今天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收看人民币及外汇市场焦点，再见。